Tengah abang tengok. Aku hak cakap suya, hak cuci lah. Hak kalau saya cakap dia ikan singci to. Ikan singci to lah. Lalu, cila sama kaya sang. Cita jauh, tahu kerja semua. Okay lah. 他聊 OK 了，然后那个前列腺，你有看过医生吗？还没有，要等到27号。哦，27号啦。7月27号了，前列腺和check那些血。哦。星期。星期一啦。那前列腺我还没有医生check过，本来是8月3号的嘛。那时候医生打电话来叫我这个7月27号，星期2点半才去check哦。那前列腺才知道哦。前列腺有星期的时候怎么去看医生呢？看医生的时候，他是有时候9.3。哦，1.3啦。小便不顺滑啦。不顺滑。一下就小便啦。要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起来小便四次，现在一次呢。哇，一个晚上要小便四次啊，要起来啊，要睡也睡的时候不能睡啊，不能睡。要现在喝那个水，他喝稀啊，倒水，倒水，然后变成晚上一次哦。哇，高兴啊，高兴啊，高兴哦。没有晚上啊，一天起来3次哦。对喽，睡也睡不够啊。喝自己的本来的自来水啦。喝了，然后。喝这里水 ，OK。哦。变成一个晚上起来小便一次了。哇，这个。少了3次了。哦。不用常常起身。哦，这阿伯咖喱哦，帮叫阿伯咖喱哦，跟进，因为阿哩咖喱，三度咖喱啊，我记得我得了出口。你弄啊。啊。这个全部啊，保住三度咖喱的药。哦。嗯。保住三度咖喱的药。嗯。啊，喝的这个太喝死水，哇，很高兴啊！OK 了，谢谢。这样对身体很好。对哈，对呀，对了，没有喝过的人，你跟他讲这个水好，他没有喝也是。对呀。那你会相信这个？哦，这个水喝了很神奇嘛，一下子就好。很好啊，那水呀。然后这个两个就我后面的，我给他喝的差不多2个星期的了。给他去喝先咯，看这个水真的好还是不好。现在他讲哇，对呀，这个水啊，真好，真好。真好啊，这个水真好啊。OK 了。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